警方接获民众报案，研判民众遇上了投资型的诈骗案，和被害人一块合作约车手出面取款，双方相约在台南的白河市区。不过车手警觉性相当高，一再更换取款的地点，最终遭警方围捕。不过车手接应的同伙开车逃逸，甚至撞上了警方的侦防车，来听袁警说法。被害人与车手面交之际，立即逮捕一名面交车手。 及两名在外监控之车手，现场查扣车手工作证、海他命毒品等相关赃证物。诈骗集团车手接应的同伙所开的这一台轿车撞上侦防车之后，车头毁损相当严重。警方还在这一台车子上查获了毒品等违禁品，包括出面取款的车手和接应的同伙在内，总共逮捕了三名嫌犯。除了向上追查，也先将这三人移送侦办。幸好遭到冲撞第一时间，原警没有受伤。